第一次塑料瓶印刷全表面火焰处理，可增加油墨附着力。上机印刷，一般像这种天然的瓶子，印刷时都需要充气，保证印刷质量。操作简单，新手也容易上手，熟练后每小时最快可以达到800到1000个左右。 清晰的图文印刷效果清晰美观。